不是不是，没事的，那个有我在旁边的话没事，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那就他一个人是不能直播啊、哦，有大人陪同是没事的。卡了吗？现在还卡不卡？网络卡了是不是？卡了吗？卡，网络卡了是不是？还卡不卡？现在还卡不卡？不卡了是不是？不卡了啊、哦。那个，这个是我一个婶婶啊，我一个叔叔的老婆啊。不卡了是不是？不卡了就行。不卡了啊，变怕了没有？最近怕了，怕了一点。你为什么见面没有问他的号码？人家不给我呀，家人们，人家不给我的吗？老家不冷吗？成都都冷得很，有一点点冷啊、哦，有一点点冷，所以我们在烤火，你看旁边生着火呢。我们直播间2800多个家人们啊，把王菲继续点点赞，然后没有关注我这个号的，给我这个号点个关注，然后没有加入粉丝团的，就我手指的这个方向，点开这个黄色的小信息，加入个粉丝团啊，点开这个黄色的小信息，加入个粉丝团，加入了粉丝团以后，你的网名前面就会有非家人三个字，也欢迎你哦，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非家人这个大家庭啊，我们非家人大家庭是一个团结啊，然后非常恩爱的一个大家庭，一万人的非家人，现在没有那么多人，以前我们是非家人有10000人，现在没有那么多人了，有些人变成别人的粉丝了，有些人变成别人的家人了，因为我们很少直播，所以就流失了很多非家人。我们3000多个家人们啊，现在点赞才117000，咱们3000多个家人们啊，帮王菲把点赞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帮我点赞点到100万。然后啊，一会儿点赞到100万了，我让阿杰给你们唱首歌，他说他一定要给你们唱首歌的。没有，他没有说，是我自己说的啊、哦。关于他的话题啊，家人们啊，关于他的话题的话，我们再聊一遍。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，他的话。过几天我们那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啊、那个微电影出来的时候，他会来到现场，到时候我再，到时候他应该就是一个人来了，到时候我再，喂，快点呢，好，西小九。他们直播呢，直啊都不给他直播那个。嗯，晚上我一点点下了吧。嗯，好，记得喝水。嗯，好。一定要留住他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到时候我尽量争取嘛啊。本来那个电影都不是是明年才准备上映的，但是
咱们就是为了要见到他，所以就我就让他们提前上映了，提前就这两天就让他们上映，到时候咱们就能见到他了。我们直播间啊，3000多个家人们啊，那个没有关注王菲这个号的关注一下啊，记得开播。到时候这样子，其他平台的话，有其他人的直播间来弄。抖音的话，抖音这个平台的话，我让这个我们投资人的那些让他们的人，让他们把这个电影拿到我直播间来上映，就在我直播间观看，这样子的话，咱们家人们也能看得到。咱们家人们也能看得到。不过啊，那个他们的要求是拿来这个电影是拿来卖啊，可能就是观看一个人要6块还是8块钱啊？6块还是8块钱吧，应该是。没事，你们就当6块8块的话也求不了你，付不了我，你们就当做支持一下也可以嘛。到时候我让他们。这个抖音这个的平台里面的话，就让他们在我直播间上映啊，让他们在我直播间上映，而且我催他们，让他们这两天就开始，我让他们这两天就开始上映，这样子的话，咱们就能早一点见到他了。到时候见到他了之后，咱们就看能不能，咱们再争取一次嘛，再争取一次，看能不能说得好。如果说不好的话，那就算了嘛，咱也不勉强了嘛，认命了嘛，好不好？如果说不好的话，那咱们就认命了，算了。他，你们说他不一定会来，没有，他是必须要来的。人家那个当时拍那个微电影的时候，人家给了他10多万，这个事情我想咱们直播间你们是知道的啊，给了他10多万的这个出场费，如果他不来的话，那个钱要退回去的，知不知道？所以他必须要来的。他舅舅会不会来？他舅舅来不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是一定会来的，就这两天，这两天他是一定会来的，而且那个，上映的地点的话，要么是成都，要么是乐山，要么是西昌，到时候我会，这两明天应该就能确定下来了，家人们啊，明天应该就能确定下来哪几号上映，时间地点在哪里上映，到时候，我给你们发，我把地址，我告诉你们地址，然后你们看能来现场玩的，欢迎你们来现场玩啊。你哄哄他，他说不来，来的必须要来的，他不来不行的，你们。人家已经通知他了，通知他了会来的。你要点上预约，没有，到时候我会提前通知大家的啊，我会提前通知大家的。不要说了，他就又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有些家人们，有些事情咱们这个爷爷躲躲藏藏没用的，咱们坦然面对，是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尽力争取，我知道我会尽力争取，能结果是什么样子的话，那咱们就看天意嘛。结果是什么样子，咱们就看那个天意。他舅舅又是狮子大开口，衣服不要给他。他那个我靠，跟我要400个那天，你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是看到了对不对？他舅舅跟我要400个，吓吐了，我靠，给不了。所以我听说你们这两天，你们说是要去找他，也不用去找他了啊。咱们去找他还不一定能找得到。我这边让那个句子那个电影的那个主办方邀请他，过来那个推广电影的话，他是必须要来的，所以这两天就能见得到的。1分都不要给他舅舅，那必须的啊，1分都不能给他，我宁愿给直播间家人们都不能给他。
我们直播间啊，到时候我是用这个账号来用这现在这个直播间推广那个电影，到时候你们没有关注的先提前点个关注，没有加入粉丝团的点个粉丝团啊，你这个手指的这个方向黄色的小心心加入个粉丝团啊，加入了之后啊，到时候你们会提前啊那个收到通知的吗？就王菲去了几个人，去了几个人，什么去了几个人，把他舅舅拉黑了。我这个号我是拉黑了，不知道，但是等我拉黑他这个号，他可以换另外一个号来看我，那就行。那家人们啊，这个事情我们就不研究了啊，这个事情说点甜言蜜语哄哄他没有，但到时候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到时候现场直播间现场应该有几十个人啊，那些什么投资方、出品方，那个什么里面参演的人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乱七八糟的啊，应该会有几十个人。我当着几十个人的面哄他，我也有点尴尬，你们理解一下啊。但是啊，到时候我会尽量，就是尽量都争取，然后能不能和好的话，只能看他了。能不能和好的话，只能看他了。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家人们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。